我正闲着呢，战斗即将开始，10秒，这都是真的。4、3、2、1，开始战斗吧！ 别一直催嘛！别一直催嘛！ 选择天赋。很快，祭坛就要出现了，做好准备，我们必须抢先占领祭坛。 你完蛋了！没问题，祭坛终于出现了，各位英雄，占领祭坛，动作快，准备受死吧！交给我来处理。 英雄放弃战斗，英雄重回战场了，很快就会复活的。选择天赋。
重新开张，齿轮全速运转，新的祭坛，新的战斗，哈哈哈哈。占领祭坛的人不能使用，我说的就是你。我们的塔会击溃掠鸦王。全部射击。全速运转。守墓者，这个地盘是我的。有英雄放弃战斗，问题有英雄重回战场。熊放弃战斗，很好，很好，让祭坛升起吧。全速运转，祭坛就绪了。在绿牙王的爪牙赶到之前，占领祭坛。有英雄放弃战斗。交给我来处理。让绿牙王尝尝我的力量有多厉害。违抗绿牙王的人都要受尽折磨。有英雄放弃战斗。有英雄重回战场，这会有点痛。升起了，释放纳米强化。占领祭坛，这样我们就能重创绿鸦王了。好啊，
则天赋。了解。夺取祭坛，别让我失望。云大王无法阻止我攻占这里，扁他！我们必须保护这座堡垒。滚出我的祭坛！准备开火！这个宝贝就是为此打造的。各位英雄，我在核心附近开启一座通道，可通往战场中心，好好利用它吧。哦，我的英雄也会获得这份大礼。齿轮全速运转，马达嗡嗡作响。还不是时候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呢。别让绿鸦王的魔爪燃指祭坛！我没事，我没事。选择天赋。奈米强化，齿轮全速运转，启动杀戮模式。绿鸦王的爪牙送入坟墓里，敌人被你杀死了，太强悍了！释放奈米强化，扁他！准备，蝉从迷雾中升起了。
将绿鸦王的魔爪燃之祭坛。哼，你一直追吧，开火消灭绿鸦王。动杀模式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天赋，敌人死亡，了不起！这一招漂亮，连杀。很好，把绿鸦王的爪牙送入坟墓里，释放纳米强化，爽杀！你的每一滴血，就跟时间安排的一样。我会持续治疗。小的，你的时候到喽！这毒法落入我的手中了。这些佣兵应该帮得上忙。
然又出现了，快占领他们，英雄！终结你的美丽世界！做得好，漂亮的圣战 ！MVP。